大家好，我是小马，我是小马子。大家应该透过之前的影片就知道，小马子现在已经有孕在身了。爸爸豆。那我们今天还是趁肚子还小小的时候，我们再出来扭个蛋。但是我们要扭的还是《鬼灭之刃》。对啊，最近不是鬼灭，就是蜡笔小新啊。《鬼灭之刃》最近商品真的出超级多的。那这一次这一个呢，也是之前小马就很想扭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出门，所以说这一个就现在才扭。对，它很可爱的，很像人用手抓着那个公仔，衣服这样子拎的呀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嗯，对，那就是这一组。那这一组的话，它上面是写全14种，但实际上它只有7种公仔而已。那你仔细看哦，它是写就是上面挂钩形式不同。哦，一个是这种勾勾，另外一个是就是这种珠珠的勾勾。对，然后这样子它就算2种，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呵呵呵。好啦，那这一次呢，其实我觉得这公仔真的都做得蛮可爱的，尤其这个 Inosuke 倒掉的。那就我来先扭咯，不知道孕妇会不会好运一些些。我刚好几个啊？总共要3个。那我刚好几个？孕妇健忘啊。哦，可以啦。在干嘛？哎，好小。Inosuke、哦、不是，蓝色不是 Inosuke。是翼勇。哦，翼勇，翼勇。翼勇蓝色，哦，他好忧郁哦。哎，你看他的脸太忧郁了吧？哎，我觉得做的不错呢。他好忧郁，他可以把就是吸醒，吸醒没？翼勇不就是失神吗？现在让你多扭一点。为什么？你之后可能就是我一个人出来扭了。对，不好意思，比较懒惰一些。你好烂哦！孕妇不是好运的吗？哦，真的。好了，这个是大家的啦，这个是大家的啦。好不，不行，我们今天银蛋没有带很多，再重复了。至少让我3个不一样串在一起吧。啊，不一样吗？绿色应该炭治郎，炭治郎。对，应该炭治郎，对，炭。可以啊，炭治郎配翼勇。炭治郎。哦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真心可爱，这个我觉得可爱。换我了，换我了。我们都扭到男角，现在，嗯，来个女角好不好？好啊。我刚知道说有点难扭，它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？绿色 ，Inosuke 吗？但它浅绿色。浅绿色。我看不出来。不会吧？浅绿色跟深绿色都是。哦，不同的，我知道，对，它一个是上面的挂钩不一样，对，我们不在乎这个，又一只炭治郎，我不在乎这个啊，好，最后扭了，什么颜色？黑色，黑色，你一定不是女生啊，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？因为女生都粉嫩粉嫩的啊，哦，是香奈乎哦，国民女友香奈乎，好可爱哦。我们要不要再为那只口再多扭一扭？我们还差50块啊！为什么每次讲好几扭，然后最后都会再加嘛？因为每次都扭的好像就是跟想象的有点落差。对，因为我这个真的是，虽然刚刚讲什么都可以，但其实心理上还是会想要扭到那只口，或者是这个 Inosuke 这样子。我觉得它倒掉真的超可爱的。然后就最后一个，只要不同颜色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忘记了？啊 oh, 橘色， yes, yes, 橘色啊，应该是善意，不一定。上次橘色是那只口，谁？三亿啊！我是失望的太直接。好了，可以啦，三亿很可爱啦。好了，这个扭蛋就到这边啦。那我们就扭到4个不一样的，那至少可以串在一起，回去串给大家看。嗯，就这样，拜拜，拜拜。嗨吼，哎呦。好，那我们先从主角炭治郎给开起来。那他这只炭治郎的话，刚好就是有2个颜色，一个是深绿，一个是青绿，就它只是挂钩跟吊链式的差别啊，一个是链条，一个是吊钩式的。其实小马原本以为这个会做的不好，但是刚刚稍微看了一下，我觉得它面部的印刷其实还不错，尤其等一下给你们看善意。那这个实质上它，我记得它日币是300块。那通常300块的扭蛋都不会做的那么好，所以这让小马蛮意外的。然后如果你有这个挂钩式的、你就可以挂在它的下面，就可以像这样子，像一个拉一个的感觉。对，还蛮有趣的。那我们再来开翼勇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翼勇，然后他也是这样被拉着，也是拉着他的衣服的，然后也是2个颜色的衣服。他的手是交叉的，生气气的感觉，然后嘴角是往下，就是这样。啊，下一个，我去善意。我们的善意一样，还是很害怕的感觉。但仔细看他的脸，
他眼睛有两个小眼泪耶，嗯，这我觉得做超细的，真的超细的。我看哦，在他的眼睛下面这样子。好了，最后一个是我们唯一的女生，香奈乎好像有点阴森的感觉。哦，我觉得香奈乎超可爱的，很可爱，就这样被拉着。对，我觉得香奈乎真的好像鬼哦，就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也是重复两颗扭蛋，一个就是易容，另外一个就是炭治郎。但是炭治郎我们已经拆了，但是我们等一下就把它放到扭蛋壳里面。对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一样可以留言，我们还是会送给你哦。那我们一次也是送出两颗，送给一位观众。嗯，如果想要参加这次的抽奖的话，就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，就是这系列七个角色里面，你觉得哪一个最可爱？哦，我觉得这次 Inosuke 应该蛮多人喜欢，因为它真的蛮特别，真的超可爱的。但是我还是喜欢 Nezuko 哎，不好意思。那也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，就有机会抽到他们哦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个赞，也不要订阅我们哦。拜拜。你可以回去帮奶奶卫生纸吗？快出来了！既然使唤一个孕妇。哎、欸，你这当孕妇之后，什么都不跟人使唤呢？少来了，不是还在说什么要好好对待女朋友、对待老婆？你有这段会剪进去吗？哎呦！